天天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造的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称他为大祭司。主耶稣的顺从不但是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事实上今天也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。首先，因着他的顺从，救恩才得以成就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这样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所以能够成就，乃是因为他的顺从。他不但顺从神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更是顺从神，卑微自己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死的时候，那好像是他生命当中最低点，但神就将他升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有人说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用一个 V 字，英文的 V 字来代表。他本来有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但为世人降到极其卑微的地步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神在他升到高空。我们看见因着耶稣的顺从，救恩才能成就。其次，也因着我们的顺从，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伟大的救恩。今天耶稣的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了，但今天也需要我们用顺从来配合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救恩的好处。我们需要来愿意聆听神的话语。我们看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今天很多人我们好像硬着心，我们不肯来听神的话语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无法得到救恩的好处。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，愿意来聆听神的话语。不但聆听了神的话语，我们更是需要愿意谦卑来接受神的话语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刚硬的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灵是悖逆的，以至于虽然我们听见了神的话，我们却不愿意在生活当中真的去领受，不愿意在生活当中承认我们的罪过。我们需要
存着顺服的心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谦卑领受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医治我们，来光照我们。第三，我们要愿意在生活当中来遵行神的话，不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听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，更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就是来单单遵行神的话语，好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改变生命的一个动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有一颗顺服的心智吗？多少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我们心中却没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，以至于神的旨意不能够完全的实现在我们身上。求神来怜悯我们，今天若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些悖逆，还有一些不肯顺服的，求神今天就帮助我们除去这不肯顺服的心智，我们降服在神面前，神的恩典今天就能临到在你我的身上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顺服，也因着你的顺服，救恩才能够成全。我们也求你主今天教导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人，也能够顺服你自己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聆听你的话语，领受你的话语，并且遵行你的话语。愿主的灵亲自将恩典一次一次每天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